音乐与乐器阶段六，二分音符，空符头上加符干，二分音符唱两拍，一下一上是一拍，再下再上第二拍。车子快跑，卡车和客车是一对好朋友，卡车负责送货，客车负责载人。有一天，娃娃带着小狗要去外婆家，可是客车上不允许带宠物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客车有些苦恼，卡车一拍脑门说：别发愁，我正要去送鸡和鸭，刚好能路过娃娃的外婆家，我来载小狗。大家一听都乐了，就这样，娃娃坐上了客车，小狗坐上了卡车。城市道路上的车很多，客车只能慢慢跑。一只小猫横穿马路，吓得卡车嘟嘟叫。客车和卡车小心翼翼地跑出城市，来到了郊外。现在他们就能快些跑了，他们加快速度爬上山坡，越过小河，来到了娃娃的外婆家。客车和卡车看见外婆正在大门口等候，他们慢慢地停下来。娃娃和小狗走下车，他们向卡车和客车挥手告别。卡车和客车唱着歌，继续向前奔跑。